近日，杨子在一次公开活动中坦言与肖战的关系，这一消息震惊了众多粉丝和娱乐圈观察者。这对看似毫无交集的明星，竟然在现实生活中有着深厚的情感纽带，让人不禁感叹缘分的奇妙。杨子，一位实力派女演员，凭借多部热门电视剧赢得了观众的喜爱，她的演技自然真实，塑造的角色形象深入人心。而肖战，则是一位炙手可热的男演员、歌手。 以其俊朗的外貌和多才多艺的才华，征服了无数粉丝。两人各自在娱乐圈中取得了不俗的成绩，却鲜少有机会合作。然而，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下，杨子和肖战相识了。据杨子透露，两人是在一个共同朋友的聚会上相遇的。当时他们并没有太多交流，只是礼貌地打了个招呼。但没想到，这次短暂的相遇竟然为两人的未来埋下了伏笔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 杨子和肖战逐渐建立了深厚的友谊，他们发现彼此有着许多共同的兴趣爱好，对生活和工作的态度也颇为相似。于是，两人开始频繁的交流，分享彼此的心得和经历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他们的感情也在悄然升温。尽管两人都是公众人物，但他们一直保持着低调的恋情，他们并不希望这段感情受到过多的关注和干扰。 而是希望能够在彼此的陪伴下，共同追求事业和梦想。这种默契和坚定，让他们的感情更加深厚。杨子和肖战的恋情曝光后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。许多粉丝表示支持他们的感情，认为他们是娱乐圈中的一对佳偶。同时，也有一些人对他们的关系持保留意见，认为这可能会影响他们的事业的发展。但无论如何，杨子和肖战都坚定地选择了彼此。 用实际行动证明了他们的感情。对于这对恋人来说，他们的关系不仅仅是简单的爱情，更是一种相互扶持和共同成长的过程。他们在彼此的陪伴下，不断挑战自我，追求更高的艺术境界。他们的感情也成为了许多人心中的一股暖流，让人们在忙碌的生活中感受到了爱与温暖。总之，杨子和肖战的恋情让人感叹缘分的奇妙。他们相识于偶然，相知于默契。 相爱与坚定，他们的关系不仅仅是一段美好的爱情故事，更是一种相互成就和共同成长的精神象征。愿他们的感情能够长久持续，共同创造更多美好的回忆和辉煌的未来。到底是谁至今为止仍然坚持要磕这一对啊？余生夫妇的糖点真的是怎么扒都扒不完。有人说肖战是中央空调，我不服。战歌的温度明明只给了姊妹。 战哥的细节也都在姊妹这里明显。战哥一个人在玉骨窑剧组里打伞，中规中矩的，是一个毫无感情的喷洒机器。而来到了余生，请多指教的剧组，看姊妹打防晒喷雾，直接一个震惊的双眼。战哥也不自己涂防晒了，端着脸享受的接受姊妹的防晒服务，两人共用一瓶防晒喷雾，似乎在某种意义上关系已经好到穿一条裤子了，酷不裤子的不知道。 反正穿一件外套是肯定的。当杨子被冻到瑟瑟发抖，战哥看见了之后，马上就脱掉了自己的外套，动作熟练的给姊妹披上，披好了还摸摸头，整理姊妹绑起的头发，整个动作流畅，行云流水，完全没有一点点犹豫。而姊妹对于战哥的行为也不意外，自然而然的接受了。太阳稍微大一点，战哥也不管姊妹有没有防晒，马上就出手给姊妹遮太阳，嘴里含笑。 姊妹撒娇，战哥没有被太阳晒化，反倒是被姊妹萌化了，脸上不值钱的笑容太好磕了吧！有眼尖的网友发现了，战哥捧住姊妹的脸，动作温柔，眼神细腻，如是珍宝的眼神，简直不要太宠溺。而且战哥还有小动作，他还情不自禁的捋了捋姊妹的头发丝，这是谁家的爹系男友啊？不仅如此，战哥还拉着姊妹一块看自己手机，看到好玩的东西，两人一起笑。 一起激烈讨论，聊得很开心。太阳晒过来了，战哥马上就下意识的出手，捂住杨子的脸不被晒到。巧了，刚好这时候姊妹也出手了，姊妹也想为战哥挡太阳，是互相遮太阳的小两口啊。看到姊妹一个人撑伞，战哥都着急忙慌的，一把抢过伞，完全就不舍得姊妹自己动手。这是什么保护欲旺盛的小男友啊？咱就是说，两位大明星。 明明都有助理在身边，可是两个人都自然的接受了对方的照顾。在这个过程中，可以看到战哥是发自内心的开心啊！没看花絮之前想都不敢想，肖战这个大明星竟然能为一个女孩子心甘情愿的当起了小助理。可能战哥的主线任务是当助理，支线任务才是演戏。姊妹对战哥也很偏爱，也会体贴温柔的用自己的剧本给战哥遮阳。两人这小情侣的腻歪行为。 通通被导演尽收眼底。导演带着麦克风给姊妹打断了战哥的动作。战哥看到导演来了，马上变脸，变得老实了，脸上完全没有了刚刚的宠溺神态。真怀念啊！在拍摄《余生，请多指教》的时候，那个夏天里，战哥为姊妹挡阳光，姊妹的防晒一半分给战哥。花絮再糊，也盖不住俩人之间的粉红泡泡。男孩子的头发是可以随便动的吗？那当然是不可以的。 特别是对于肖战这个处女座男生而言，可是，在《余生请多指教》的剧组里，肖战却主动撩杨紫头发，杨紫毫无防备，甚至还有点惊讶的反应，但都没有拒绝战哥，任由战哥拨弄自己的刘海。要知道，杨紫可是一直把自己的刘海看作跟自己的生命一样重要，在镜头面前特别注意自己的刘海有没有劈叉，去哪都带着小镜子，时时刻刻呵护住美丽的颜值。 同样，当杨子看到肖战的刘海遮住了他的眼睛，杨子也会下意识的去拨弄战哥的头发。捋好了头发，就顺势把手搭在了战哥的脖子上。战哥的反应不是吃惊，而是愣在了原地，目光炯炯的看着姊妹。战哥好乖，任由姊妹扒拉，眼睛都不带转一下。看着姊妹温柔的动作，网友们竟意外发现，除了演戏之外，杨子还有这么温柔的一面。看来姊妹撩拨的不是头发。 而是战哥的心吧，这么看，两人应该是互相喜欢的，才能把照顾对方的举动做得如此粉红泡泡直冒。《余生》杀青的当天，恰逢杨子生日，战哥特别开心，一直围在姊妹的身边转。在后来的个人采访中，战哥还吐露自己内心的不舍，不舍剧组的欢声笑语，不舍杨子。在其他场合碰见杨子，肖战脸上的表情。 那可真是一个三百六十五度变化，在东方卫视的跨年晚会上，战歌营业，脑袋放空，突然一个曼妙身姿的女子闯入眼帘，战歌惊的一下，两眼放光，仔细看之后，确认了来人就是他的姊妹，好不容易在舞台上相遇，战歌的眼神迫切，就好像是在说，好想过去找姊妹啊，奈何自己现在还抽不开身，可战歌也没放弃，眼睛一直流转在杨子身上。 终于在新年倒数的钟声响起时，战哥可算是找到机会了，健步如飞，探过身子，避开所有人，跑去姊妹面前，目光里只有姊妹，对姊妹说了新年第一句“新年快乐”，和姊妹会晤成功，战哥脸上的表情肉眼可见的开心起来。众所周知，有杨子和没杨子在的场合，战哥的营业状态都大相径庭。很显然，有姊妹在的活动里，肖战整个人都是活的。 会有许多小表情、小动作，重点是他会找准时机跟姊妹互动，这样的纯爱故事叫人怎能不磕呀？其实杨子和肖战的情谊，即便不是情侣，也会是彼此极其要好的朋友。因为杨子知道，在这个圈子里谈恋爱啊、交朋友啊，都没有什么真正的朋友。有的人是目的不纯，想借机拍戏；有的人两面三刀，背后一套，当面一套。真正可以相处下来的。 都是极好极好的。在看过鱼龙混杂的娱乐圈之后，希望肖战、杨紫保持初心，找到顺应心意的另一半。所以在《余生，请多指教》之后，很多人都非常的期待肖战和杨紫的二搭。毕竟一个是娱乐圈里的帅哥，另一个则是娱乐圈中的美女，而且很多人还期待着他们两个人在现实生活中在一起。所以说，很多人都期待着他们两个人的再次合作，就在近期。 杨子和肖战两个人传出了二搭的消息，甚至还有一些网友非常肯定的表示：“天骄就是肖战，你们就等着官宣吧。”这句话的传出，让很多的人都觉得非常的期待，而且很多人都觉得这一件事情应该是事实，没有错了。毕竟大家非常的期待他们两个人的合作，然后又传出了这么肯定的消息，所以不得不让大家相信。所以很多人都非常的期待这一部剧的到来了。 毕竟大家也是期待了很多年了，没有想到终于传出的一丝丝的消息，这让很多的人都非常的兴奋。虽然肖战和杨紫两个人的合作是假的，但其实肖战还有三部剧待播，也是值得大家兴奋的。比如说肖战的《玉骨遥》《骄阳伴我》《梦中的那片海》，还有电影《射雕英雄传之大者》，这几部作品马上开播，所以说还怕没有去看吗？这几部作品简直就是完全不同的风格。 包括了现代爱情、古装虐恋、年代剧，几乎都占全了。所以说，这可以看出肖战的演技完全是非常的广泛的。因此，大家可以先观看一下肖战的这几部电视剧，然后再期待一下他们两个人的二搭吧。那么，你期待肖战的这几部电视剧吗？欢迎在下面评论区留言。